中乐了，我们还是出闪吧。过河拆桥。哦，他是拿我过牌拆乐，有思路。自己人也闹了这半天，不亏。天下一半入我手。啊，这个弱鸡是你们自己拿。
都掉了多少血了，操！这傻逼！用人自当不疑，请大可放心。诸将莫慌，自舍其身，良朝于天下。跟你说，喜欢顺就拿走，不要客气。愿行仁义之道，何愁人心不归？不把青龙放在手里头劈我吗？你们有无懈可击啊，我们干嘛？抚慰军心，以安国事。父亲未尽之业，由我继续。四点已经很爽了。杀！杀！过河拆桥。有哥在啊，不用怕被劈。大汉就是因为有你在我才怕。一半入我手。杀。来，有本事劈死我。没有本事。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愿尽己力，为君。根本不怂。打什么无懈可击？哎呀，连诺，连诺也没啥屌用。外头有无懈毒条，无懈可击，但是好像不是内的呀。取大事者，必以民为本。得人心者，得天下。既安若泰山，又何惧一战？决斗！驾！国有大难，忠臣良将何在？放开我的队友，冲我来！火杀！闪！明以洞察，哲以亲之才学，何愁此战不胜？诸将莫慌，良朝于天下。别自首了，兄弟。无中生有。顺手牵羊。无懈可击。决斗。铁锁连环，九火杀，我人能够火杀的是吧？铁锁连环，哇，漂亮！火杀！哎，别射呀，莫名者呀！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我看你不怕射出来讨酒的吗？肯定好啊！这个射的。乐不思蜀啊，他有乐就理解了，有乐就理解了。过河拆桥，有乐就理解了。咆哮沙场，万夫不敌。万夫不敌。
哎呦，诸葛瑾没有用红牌过红桃，他可能有红桃了呀，或者他手上两黑。铁锁连环。谁知道呢？谁知道呢？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哦，没有红桃，手上两黑，我有手，美滋滋，出个距离，求你了，大哥，出个距离。为君心，以安国事。出个距离，出了。哎呀，出来了。
好不好？杀！他肯定是，他不知道我有距离，他肯定是留的一张无懈过的，所以朱志那边有可能有闪，但是袁术那边一定是留的无懈过的。就差看到没？这就是一个完美思路的玩家，把朱志打死。决斗。杀！你还是得死。是一策，则命休矣。留个头吧。得人心者，得天下。新派对。这个曹睿吃桃。火杀。君臣不相负，来世负君臣。国有大难，忠臣良将何在？看，上来说我们刘备弱，上来说我们怎么这不行那不行，完了就赢了。看你妈的七百八胜你赢一局，看你骄的。看你真七宝八送你赢一局。哎，终于赢了，开不开心？哦，我们选一个长相魁梧的人来跟他配合。要不就这吧。肉的凡胎，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哎，不过有个这个曹冲也是够恶心的。谢之国事，听之人心。铁锁连环，去马人，这真的是杀。咋啦？就看你不顺眼。丞相，不放了，等下轮再说吧。顺水天涯。反正他妈的遇事不决，先打我呗，是吧？杀！闪！过河拆桥！闪电都不拆了，不要乱拆。外头有个反贼的无懈吧，犹犹豫豫的。只有反贼考虑反无懈我，对吧？主中又不用考虑，所以那个无懈通过他延迟两秒钟点取消，我分析出来这张无懈一定是反贼的，这就是一名玩家对细节的分析。这刘琦直接就杀了，这么梗气啊。铁锁连环，
听贫道微妙者，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。哦，救亡因此国家各有天命，何不泰然处之？哎，这个好难打呀。啊，荀攸没发挥是因为将面导致的。郭家主选荀攸州，按道理能不发挥吗？铁锁连环，现在发挥不了，不是因为我不想发挥。杀！这干嘛？这不应该去推曹冲去了吗？我们去铁锁去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早知道真的救你了，哎呀，我后悔了。来，我们杀他一下。闪，好，劈死他。亲历魏国，算无一策。这就叫做来自地狱的实力。这个铁锁，你看小默默有什么用？这种忠臣带他躺就可以了。父亲，你在哪里呀？现在就看郭嘉有没有逃酒了。我等终究老矣，道法自然。郭嘉非要铁锁一下自己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我都想不通这些人在打什么。这种局不是应该打闪电吗？他铁锁自己是为了啥？丞相，刚才说荀攸没发挥的人，你还在吗？哎呀，我求你别装逼了，我气得耳朵都高瞻远瞩，推演时局之意。奉孝在此，丞相何忧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给一个距离吧。大恩难报，军粮已资。兵粮寸断。好，送技能英姿，看到没？我真的是牛逼的兵粮。顺应天意，你看，自从蔡夫人死了以后，我们主攻方顺风顺水，打出了极大的优势。愚者既出，智者何存？老炮威，我没有你弱弱，是吧？乐不思蜀，杀！郭嘉手里头有一张明的酒，是吧？家里头有一张明的酒，明的酒，我们就这么打吧。铁锁连环，酒，雷杀。智者当有高瞻远瞩，推演。郭家里头有个明酒就不怂。丞相，然后反手开桃园。老炮威，我唯唯诺诺。竟葬身于权力的漩涡中。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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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带赢了小木，带赢了一个生气的忠臣。独更胜于敌，各有天命，何不泰然处之？我怀疑好厉害哦，好厉害。